啊，那老师我早点弄错点啥？太太，上海人怎么几点到那里？太太，是你们呀？太太，太太，太太，是你们呀？太太是你们呀？就是说，都俺也是你批的不？太太跟老师我放嘛，所以都先把放了，是了，不来放那个问呢？哦，不来放那个问呢？人家懂懂不？哦，老婆那块儿下去老师了，都不来方便的。所以都俺也是你批的，都俺也没嘛批的，路牛表情那不咯？都俺也是你批的，路标嘛，黑没？啊，她是我的太太。你讲。啊，她是我的太太，她不是我的太太。啊，她是我的太太吗？她不是我的太太吗？我没骂了狗别人没有。她是你的太太吗？我你表你，她是你的太太吗？她是你的，她是你的太太吗？她不是你的太太吗？还有没有明白？那在家说哎嘛，苗大飞老师在家，那个新我旁边哎，就是我说那人的。我跟新旁边的卡密码老师懂了，我再办这个。比如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阿米亚嘞？你爸妈嘞？你在哪里？你在哪里？那阿哎嘛？我在家。我是家路比如秒，我是家从阿 NP 地皮多嘛？我在家就是我哎嘛？我阿漏嘛？我在公司阿跟你嘛？我阿边嘛？我在外面，我在外面。老师，你没有碰上别看你妈妈嘞？哎，阿边嘛，我在外面，阿边嘛，然后在家，那老师怎么懂他嘞？我在学校，阿张嘛，我爸妈去也是他们，所以没有就是你在哪里都没有，过去你也没有的。我在家，我在外面，我在学校，我在哪里个，过不哪去的，说的好，然后没有，你哎妈死了，说的没公布。哎妈，谁拉出来没公布路名了？哎姐嘞，你在家吗？对，你在家吗？你是家吗？婆婆，你哎妈，你去了？你我是黄色的老师，你在家吗？你哎妈去了？你是家吗？婆婆呢？在老师把这个 at 和location 我旁边比较细了，说哈，再别动我呀，烦你呢。你在家吗？你哎妈去了？你有家吗嘞？婆婆。你在家吗？老师说你在古东了，说那个 position location 不要紧的，看嘛，可先偏路了，再不要东龙岩了，是的，在古。你在家吗？应该是的，这个路我应该是的。我在家，这个路我应该没去无所谓，老师不路边偏没有那个七零，这个路我应该没去无所谓。我不在家。我不在家，我没有我没有家，我不在家。啊，一般没去。那老师讲那第二个路干嘛？走嘛，啊，我走嘛去的。哦，啊，我走嘛没好不？你裤走嘛啦？你裤走嘛没好不啦？你讲，啊裤老师要答应替他嘞喏。现在，你裤走嘛啦？我裤走嘛去的，我裤走嘛没好不？你裤走嘛啦？你裤走嘛没好不啦？好了，阿姑讲嘛撇的，阿姑讲嘛模糊，你姑讲嘛啦，你姑讲嘛模糊啦。好，那老师叫手机啊，那个要不来要个。我在学校，老师答应我他在，了，咋的？我现在在学校。学校，我不想在我不现学在跑校。步了，答应那妈妈不也是嘛？念他嘛，不是答应是嘛？念他了跑步。我现在不在学校。我现在不在学校，我现在没工在，没工作，你不要。你现在在学校吗？你现在不在学校吗？好。那老师，啊，可老妈做的 Sunday Sport，我现在在公司，
我跟你妈说的多，这样子老师这边不是改表嘛，我跟老妈说的这边没有表情了。我现在在工作，如果是对表里面是有这个表嘛嘞，这个丢的呀。我老妈就是老师跟你妈说的说有啥东西不？我现在在公司刘江表呀，对面楼。我现在在公司，我不想在哎，公哪司，边比你较想贵啊？在？啊，我不想在的。啊，我不想在的。你为难他？你担当担心嘛他？你不给你他？我现在不在公司，你现在在公司吗？你现在不在公司吗？啊，酷啊，别麻痹的。我现在在外面，外面就是别忙啊，或别麻痹的。你讲那个啊，黑咩？我现在在外面不是外面。外面，我现在在外面，我现在不在外面，外面。外面，你现在在外面吗？你现在不在外面吗？好，这样嘛，老师哦，在这边那嘛，等我个，在他们那喂，还有喂片呢，然后都要等着我。老师二声表啊，老师那半天一他嘞，红色的 hello，喂，喂，hello，不是喂呢，你等，喂呢，谁不读了？怎么你也不读了？不录没没了？那个 Kimi 兄，你也不读了？你是谁？是谁？好，手机，手机做老师风对比的吧，打喷雾啥的，哦，打老师风雾水啥的，你在哪里？你在哪儿？你爸妈嘞？哪里访问？哪儿访问？老师对呀没？我在图书馆，啊，啥鸡在嘛？还是老师讲那边比较好，我酷啥鸡在嘛？撇的，你讲，你追着。我现在在图书馆，我现在不在图书馆。你现在图书馆吗？现在在图书馆吗？你现在在图书馆吗？你现在不在图书馆吗？啊，那老师这个哈，老师咱都没办法贴贴笔的，因为地方讲到里面了。左，三声左，左就是北，左边就是北北，左手就是北嘞，左手上就是北嘞不？讲到好多也表了陌生字，讲到一堆哪里没路听嘛嘞？左个北边个北。左边白白，左边竖个嘞，左手白嘞，上个阿伯嘛，他说用白嘞不，就是左手上。那老师那边了着，我也白嘞不嘛，我白嘞不啊，是不是？我的左手上是一个杯，有咖啡的话个 object，一杯咖啡，咖啡个咖啡。杯啊，咖啡也没有杯啊，这块也你能懂它啦。所以一杯咖啡，咖啡这块，就是说我也白了宝嘛，咖啡这块是的。我的左手上有一杯咖啡，啊，打字的信，不要这样，不嘛，我也白了宝嘛，宝贝的强是的。我的左手上有一支笔。啊，我在左手上有一支笔，你将笔录下来，能不嘛？我的左手上有一支笔，我的左手上没有一支笔。你的左手上有一支笔吗？你的左手上没有一支笔吗？啊，那老师，就是更有大的喽。公牛扎的龙，我也背了不嘛？公牛扎的龙须，老师这卡的牛逼练词哦，grammar 你真比他撇啊没？我也背了不嘛？公牛扎的龙须，接下来，我的左手上有一台电脑，我的左手上有没有一台电脑，对。你的左手对，上有我的左手上没有一台电脑。一台电脑，你的左手上有
一台电脑吗？你的左手上没有一台电脑吗？好，那老师有他的电脑，电脑也没有表你呢，我都差一个动画没说对他们，所以老师电脑说说解表啊，然后电脑对也没有表你呢，差一个动画吧嘞。好，老师那就要留进去啊，那你要把你搞你了。好，那如果老师，我也白了不嘛，那个照着高兴吧嘞，数一百。我的左手上有一只猫，我的左手上没有一只猫。你的左手上有一只猫吗？你的左手上没有一只猫吗？好，这样就是猫。这样没有表你能够说字，这里什么呢？教我可以老师字那懂了吧？嘞，都也没有表。晚上我每天嘛，一天到底没有表吧？早上接头路吧嘞，没有表嘞。哦，我也白来帮忙教着搞起的，那都要不要紧啊？那个没得呢，我也白来帮忙亏着搞起的。我的左手上有一只狗，我的左手上没有一只狗。你的左手上有一只狗吗？你的左手上没有一只狗吗？好，那老师，那个，哎，那个，哎，是的啥？我也白来帮忙放的东西。哎，我的左手上有，一台手机。啊，方言没有变的呢，差一动动丫头，这个方我不能这个，别忘老师台湾嘛，伢子懂了，只能懂了。俺们老师哦，亏都讲都没有变的，咱才读嘞，现在还怎么读吧？黄色表扬只一只，我的左手上有一只手机，我的左手上没有一只手机。你的左手上有一只手机吗？你的左手上没有一只手机吗？好，那老师的嘛，一台手机哦，手机也没有变，老师哦，这里上可以在讲中没有变呢，读读吧呗。代表老师一人汉字没读，啊，单串没读，啊，单串读的汉字没读。那老师讲完那啥嘛，开人包边收的，空啊，单串读的。那手机哦，一台手机都没有了，呀嘞，代表老师讲到，他也讲到了印尼的字，我们印尼的字那个代表开呢。那老师讲到那这样，我也白来帮忙收点的长西的，我也白来帮忙收点的长西的，那个谁？一给看，老师收着了吧？俺里面的那老边，师，你都这样对吧？毛病。毛病我的左手上有一只毛笔，毛笔，我的左手上没有一只毛笔。你的左手上有一只毛笔吗？你的左手上没有一只毛笔吗？好，那老师啊，这是教到了，教到了，就是左，就是白嘛，哈。要对上这边呀，就是老师啊，右。那右边就是老师啊，伢呗，右手伢嘞，右手上伢嘞不？我的右手上，我也伢嘞不？那老师啊，不要紧张，你们一他把嘞，老师就讲到，我也伢嘞不嘛？哎，你这才是对的，我也伢嘞不嘛？哎，你这才是对的，那你啊？我的右手上有一副，老师，哎，你这条一鱼份一件衣服。我的右手上没有一件衣服。你的右手上有一件衣服吗？一件。一件衣服吗？都用过是的。耶，那怎么讲？没有啊，啥变没有？我的右手上有一件衣服，我的右手上没有一件衣服，
你的右手上有一件衣服吗？你的右手上没有一件衣服吗？俺会的个，一只狗找那个一只猫，叔叔来表比。俺俺个老师娘，你要娘三声娘。那老师讲的台湾也啥啥的，不然老师没啥别别子。老师台湾嘛啥啥嘛来吧，老师台湾嘛是给表嘛来东西也不。我五，那老师老台湾嘛我东五个西，就五百五我五个西呀。那老师台湾嘛哈，讲的那个台湾要的时候，老师讲到我他妈都没啥比我最麻烦的有啥。那老师还讲，老师丢路的表了，爸妈路问表，我丢路表我拿来，你俺搞撇的嘛？娘蛋，哦，娘蛋，娘蛋是老师我有吧？我也有问了爸妈路，这爸妈有啥？我也有，就是老师娘蛋我有，哦，来吧嘞，老师，你老师蛋鸡蛋也蛋，再娘蛋，娘蛋说老师吧来说啊，我有，好在老师家里买茶不喏？那我无所谓，老师我有得龙得龙不喏？爸妈路不喏？就得龙得龙，我有得龙得龙。老师都要明白吧？那得龙说可能都能买茶，啊龙的有谁？老师只有啥嘛？可能都能，龙的也明白。比如说班的得龙喏哈，林茂的得龙喏哦，这有得龙，没有得龙。啊路龙的有老师把里边都能说可能都能，不是说龙蹦的你哪吒？哦，蹦的你可能懂啊呗。好，那老师讲到这要表扬啊。我也念了不嘛，我得高兴的，以及别人没念了。我的要求先有，我得高兴。耶，一只鸟。我的要求先有一只鸟，我的要求先没有一只鸟。你的要求先有一只鸟吗？你的要求先没有一只鸟吗？好，那老师，我叫鸟的，我也念了不嘛，我得东西耶。哦，我的东西也飘飘。我的右手上有一颗鸟蛋，我的右手上没有一颗鸟蛋。你的右手上有一颗鸟蛋吗？你的右手上没有一颗鸟蛋。好，没有吗？好，一颗鸟蛋吗？好，那名字搞，没有了是吧？马，妈妈三声马。妈你也没有必要老师这里想撇多少岁没嘞只那么懂啊把那种批那懂啊嘞一批马你那个一批马他说我一马民的港西耶对吗冲我一马民的港西耶我家没有一匹吗你家有一匹吗一匹马吗一匹马吗？你家有一？家没有，别啥我这么样说嘛，不是老师啊，延期就嘛说了啦，嗯，延说啥呢？我家有一匹吗？我家有一匹吗？我家没有一匹吗？你家有一匹马吗？哦，你家没有一匹马吗？啊，这么说说。对吧？普遍侬开人侬养松开人侬忙比哟，老师其他的都也没有表的讲侬只能懂嘛的，长大的一支笔不要普遍，铅笔开人，蜡笔养松开人，毛笔收着。那也老师丢些反三木哎哈的吧？一支笔，一支铅笔，一支蜡笔，一支毛笔。好，那老师不讲表啊，我也念了不嘛，普遍。老师今天哟。我也念了部分表情了，比表了，变了，变。老师说把表情的说，老师，不租房的东西呢？老师，不租房。啊，今天我们的窗户也开着，不租房。你那不租，你老爷没有那多少门咯？啊，到底啥不？不租，你老爷没有那多少门？你我说 past tense 把话来着。不能动了没有那不住你了不住不完不住不要把路讲到等他比较的那今天我们的车会开的哦车速为那今天我们的车会开的我今天买了一支笔一支笔啊二楼你了我们你讲不买我今天，你也说呀？我今天没有，没有买的，没有买。我今天没有买一支笔，你今天没有，你今天买了一支笔吗？
你今天没有想买，想来一支笔吗？你今天没有买一支笔吗？好，那老师看了的长一支铅笔，那老师都有轻的方的东西呢？哦，轻的方的东西呢？轻的呢？轻的方的东西呢？那老师不要急啊，那个没得暖啊，真的看了的长我也去拆。我今天想买一支铅笔。挺像女孩哦。我今天不想买一支铅笔，你今天想买一支笔吗？你今天不想买一支铅笔吗？好，那老师讲到大家了，想放轻的那动作了。好，那老师啊，没漏放的动作讲的，没漏放。老师你看没漏放，不要动的喏。我今天那个把背过来，杨总快点不？我今天杨总快点得唱。我没录放了，可以没说。我今天要买一支蜡笔，我今天不要买一支蜡笔。你今天要买一支蜡笔吗？你今天不要买一支蜡笔吗？啊，这个卡都表达了没录放，那你看这地方呢，懂呀啊？啊，首先得唱，我得得不喏，把马路一下对面去吧，那么老师 grammar 放底下动静了。啊，首先得唱。为得地得地方重要啊，那个，哎，你找没？你找没？Speaker。哦，老师，哎，我要要买。要不没楼房了，没楼，说实话，讲到的，老师你看，这地方，这地。我会买一支毛笔，我不会买一支毛笔。你会买一支毛笔吗？你不会买一支毛笔吗？我没有答的喽，说实话嘞，不要答嘞，一谈电了，就看老师是你的地方东西呢？你的地方吗？啊，我没答的喽，我呀，你的地方呢？啊，木黑，啊木黑，啊黑的，啊黑没？哦，我喜欢买一台电脑，我不喜欢买一台电脑。你还喜有欢买一台电脑，一台电脑？你喜欢买一台电脑吗？你不喜欢买一台电脑吗？搞的是一台车搞的是，但老师底下把放东西来说，90放东西呐，90，六90放90，啊搞的是五90不，是嘞。哦，我哪买？一辆车，还到是？底你们一下来台面点啥？点了一下，你们台面多。我哪买一台车？我不哪买一台车。你哪买一台车吗？你不哪买一。好，桌子个是不会恐怖喏。一张桌子，老师看了的牛逼里边一台，面表露一台，木讲到的那种沙漠人家，咱那路上那老板可怜的儿子，啥可怜的沙漠不啦？哎，讲白嘞，一张桌子，是不讲的咯？一张桌子，哎，你看把放那都用搞么嘞？啊，是不讲的咯？围路压的，压地方重要，老师讲到的，恁这里，啊，恁这里不嘛？啊，是不讲的咯？围路压的。不买？你压，买压地方东西呢？压的。可以了。诶，好的。我可以买一张桌子，我不可以买一张桌子。你可以买一张桌子吗？你不可以买一张桌子吗？啊，那 TV 这种，TV 这种，我把放的东西搞么嘞？我姨妈 TV 这东西也玻璃，对吧？嘞，我姨妈 TV 这东西也，要不来要个？我家有一台电视，一台电视。我一台电视，我家没有一台电视，
您家有一台电视吗？您家没有一台电视吗？好，克里迪亚，一个孩子，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克里迪亚。那所以我阿咪嘛，克里，我也有事耶，是的啥？我妈妈有，我妈妈有五个孩子，我妈妈没有五个孩子。你妈妈，你妈妈有五个孩子吗？你妈妈没有五个孩子吗？好，有啊，是也不能老师讲那里。我有一个女儿，女儿叫德米，女儿。那老师嘛，德米你要是耶 ，Andrew， 老师嘛，德米你要是耶。老师有两个女儿，老师没有两个女儿，老师有两个女儿吗？老师没有两个女儿吗？好。那老师，这个是老师第十二课的生词。那老师讲到，老师来对不呢？热嘛八多嘞，明年的公路来对冬天有得没来吧嘞？哦，果然嘛，那啥公路边边绿皮的。主要是老师讲到，没 ready 也看嘛啥边这不不。老师把呀，明年把那的把这边讲到，不如冬天还没来说了，冬天讲嘛比较仔细的哈，都让都要啥的嘛了，阿老对这没啥嘛。都得明天再背他吧。老师讲到第三十三里，你再背他吧。来，主要是没弄留意句目吧呗。好，但老师那么少，你也老师那时候等干啥吧？第十二课，lesson two， 陈太太，陈阳老师把来说，陈悠悠耳朵疼。啊，老师第七个老师说嘛，侬把陈龙课来说耳朵疼了课嘞，你要可以呢读了写一下。哦，老师说别话嘞，陈，我姓陈，你也陈啊，把陈啊说，老师说别别话嘞，那老师这个陈是耳朵陈路口嘞。哦，陈太太在家吗？陈太太哎妈是哪不？陈哦，太太说吧，然后都要加陈悠悠，陈悠悠撇了的宝宝了。比如说，老师也阿弥陀大的曾猛发，他的曾悠悠，老师也阿弥陀大曾悠悠，那老师把太太撇没成嘞？曾太太。好，郑太太意思哈，老师没有打的，郑悠悠撇在这，老师的郑太太郑没有的没报，喏，你要要加也没有有个，老师说看没动家了没有不？陈太太在家吗？陈没有的没马西啦，什么呀？喂 ，Hello， 你好，明个喇叭嘞？你阿姨啊，比如啦，你 Andy 不？你好，请问这是别别别别啊子？陈太太在家吗？陈没有的没马西吧的啦嘞？那师妹说。我妈妈不在家，我没妈妈媳妇嘞。请问您是谁？这种秘密不要在你家不读嘞。你阿姨说我是你妈妈的朋友，我姓林嘞，阿苗苗噶林七八嘞，姓阿苗苗。比如说老师也苗苗的李苗苗撇在这，我不录屏了。我姓李啊，老师的李苗苗，所以我姓李。张大爷那边嘛，把他妈从这龙的只有那边，啊，把他妈从这龙的苗苗姓路口嘞。牛牛，新民说：“林阿姨好，林阿姨您来吧的，请你打的他的手机。你有 request 了的不？对吗？张所的不？请您您阿姨打他的手机都要封五十来吧，就是都没封五十开来的。”林阿姨说：“好，谢谢，再见。”刚马比结束电话的，新民说：“林阿姨再见，林阿姨您来，那我追了不？拜拜不？那个没在哪第十二课。”第十二课，陈太太在家吗？学妹，喂，你好，林阿姨，你好，请问陈太太在家吗？学妹，我妈妈不在家，请问你是谁？林阿姨，我是你妈妈的朋友，我姓林。学妹，林阿姨好，请您打他的手机。林阿姨好，谢谢，在家，先没，林阿姨，哦，再见。好，那咱们朋友要当啥子地啥？朋友，我们来有朋友来呢？朋友等一下。好，老师讲完一节，老师那么介绍嘛，那么对嘛，那欧西那个工比对不？好，那老师那么介绍也对不？那么懂，老师讲哪块？老师对面明年第三都欧苗吧。新同学，新啊的到啊的，哪年的呢？当年，阿姐的，阿年的呢？当年新啊的，
今天我的，我的课友，两个新同学，我们班，好，对不起老师，今天我们班有两个新同学。听讲了，老师第三名，你讲不要害呢。OK 了。今天我们班没有两个新同学。今天你们班有两个新同学吗？今天你们班没有两个新同学吗？好，那老师，那个，今天在家生产了。今天我爱你，一定能拆回给的，那你啊？今天我爱你，一定能拆回给的。林昭美，今天我爱你，一定能拆回给的。
你讲没？好嘞，今天我买一件衣服，两件衣服。啊，你不租房了，我看的。我买了两件衣服。新衣服？新衣服。Sorry， 老师。说，你要讲说。今天我买了两件新衣服，今天我没有买两件新衣服。今天你买两件新衣服吗？今天你没有买两件衣服吗？新衣服吗？啊，那你那个米达阿爹老母给的，下班了呀个，那你那个米达阿爹老母给的，啥比个？阿弟，你今天阿爹在弄什么嘞？我今天买。在厨房。我今天。我开的，不玩不读屏，不玩不闹。去买。不玩不读屏，我说不读屏，长大了要去买表，把身体弄得白了，谁敢把这些腰弄了，谁敢变胖了的？他谁敢来这生活了？我今天买了。买了。我今天买了两件一台电脑。我今天买了一台电脑，我不见买了。啊，拉点名啊，你的啦，啊喏，你那么个那么远住的妈妈爸，我多差点喏。我今天没有买。我今天没有买嘞。我今天没有买一台新一台新电脑。一台新电脑。啊，你今天买啊？你今天去买嘞？我多少地址我没报。啊，你看你拆开也没拆，没拆开也拆嘞，啥事嘞？我今天买了。我今天买了。哦，没空没空，一天买了一台。你今天买了一台电脑？一台新电脑吗？一台新电脑吗？啊，你今天啊没有买了啊一台新电脑吗？那这张彩票呢？马路线啊，哦，你家在住住几啊？阿妈看呢？啊，好了。你薄饼的厂，薄饼的厂我给的。得差不多呢。老师，薄饼也不如。哎，说说啊呗，说说啊呗，谁把薄饼你进完啊？薄饼也不如来的。B。B。你啥子？你在下啥剧呢？好了。薄饼也没有变吧？我今天。薄饼。G。嗯 ，G。啊，我今天买一台厨房。我今天买了几？有点狗血条。我今天买了一支铅笔，现在一支铅笔。我今天买了一支铅笔。我今天买。啊，我今天买没有一支铅笔。没有买。下不来呀个。啊，我今天没有买一支铅笔。啊，您今天买啊一支铅笔吗？啊，您今天啊我没有买一支铅笔吗？我变白了嘞。啊，您今天买？哦，您今天没有买一支铅笔吗？那这张彩票，开人铅笔，铅笔。我今天买，啊，我今天买。啊，不租房了，不完了。我今天买。你看一下，我开的，不租，不完不租，不要完了。来吧。彩票。我今天来买，来买了，
我今天买了。我有。那是把我给。开点铅笔。铅笔。我今天买了几铅笔。我今天买了新铅笔。新铅笔。一支新铅笔。一支新铅笔。我今天买了一支新铅笔。我今天没有买了一支新铅笔。你今天买了一支新铅笔吗？你今天没有买了一支新铅笔吗？你咋的下降了？那啥，等一下我给你再比的下降了。那现在。好了。我们班阿若丹，请接受表演。大家好，阿罗明啦，然后那里要 DBB。方朋友啥老师？sorry， 方友鹏，方友鹏啊，老师录了没呢？方友鹏，友鹏啊，录了没？怎么立马走路？方啊，对呀，方悠悠也方，他的生日方友鹏啊，了没？方友鹏，八岁啥事呢？老师讲那边没有没接啊？你今天你今天打不老了，表现出。你今年大不老了，不录表了。你今年几岁？你今年几岁？那都没有报了。你多大？你多大了？你今年啊，今年你今年，你今年多大了？老师，这有啥嘛哈？你大不老了，没报没你能没有去的。第一个，你今年几岁了？或者你几岁了？那个。你多大了？或者你今年多大了？老师，我答应特别懂他了。你几岁了？你今年你多大了？或者你今年几岁了？你今年多大了？你咋不老实了？那没有乱懂啊嘛？那老师说，俺娃八岁，我今年八岁了。那没多大了，没岁呢，没我八岁了，我今年八岁了。我说31岁，我今年31岁了。俺还没你今年多大了？哦，我今年。24岁。我今年24岁了。我今年24岁了。那是零年。那老师说最老师 grandma 方法最的一个 song favorite pit 的哈密吧。自卫最是生最。比如说喜欢在的。最喜欢所以老师把票的说在 song。想要个路线的老师 I want to DM 了。而且把最出来我最想要。想去要多少钱呢我最想去。想吃啊啥钱呢我最想吃啥钱说想喝啊到钱呢我最想喝啊到钱说想看季节呢我最想看啊季节说反正你不要我了。那我个唯一不过你说唯一不过那唯一不过再送片的对面的李江。唯一不是我的。最喜欢哎，是不是个我最喜欢个 ver， 王一博个 object。哦，我最喜欢王一博，我不最喜欢王一博。哦，我最不喜欢，我不最喜欢么？我最不喜欢。我最不喜欢王一博，你最喜欢王一博吗？你最不喜欢王一博吗？啊，路径说，老师说耶，搞的是路径中撇的，哦，搞的是路径中撇的，好，那数字啥？我最喜欢一台车，路径说，路径说，最想要，我最想要一台车，我最不喜欢一台车。我最不想要。我最不想要。我啥边边的老师。我最想要一台车。我最不想要一台车。你最想要一台车吗？你最不想要一台车吗？啊，那如果我讲你路径中撇的，飘飘，我讲你路径中撇的，讲你。我最想要一个男朋友，我不最想要。我不最想要么？我最不想要。我最不想要一个男朋友，你最
想要一个男朋友吗？你最不想要一个男朋友吗？我放阿德个阿罗金松皮的，那你啊？我放阿德罗金松皮的。我最想要新的手机。阿龙吧的呀，放啊，新的手机要吧要吧，这龙我拆了呀，我就想要新的手机哈。我最不想要新的手机。你最想要手机吗？你最不想要手机？啊，你新的照不着啦，这那照不着啦，这嘞，见不着。我最想要新的手机，我最不想要新的手机。你最想要新的手机吗？你最不想要新的手机吗？我最想去，最想去大金松，那就是我新加坡大金松皮的米蛋呢。我最想去新加坡，我最不想去新加坡。你最想去新加坡吗？你最不想去新加坡吗？新加坡，破哦破。新加坡。好，那我等用过多少钱送皮的？可以没收？我最想去大使馆，我最不想去大使馆。你最想去大使馆吗？你最不想去大使馆吗？最想吃啥锦松？啊，意大利烤出来啥锦松皮的？素一百。我最想吃意大利面，我最不想吃意大利面。你最想吃意大利面吗？你最不想吃意大利面。Andrew 就我玩一道选中皮的。我最想喝酒。酒啊皮啊，哇！红酒。红酒。我最想喝红酒。我最不想喝红酒。你最想喝红酒吗？你最不想喝红酒吗？最想看季节中，我丢啥我季节丢啥我不能丢啥我季节中撇的不嘛。我最想看中晚秀。我最不想看中晚秀。你最想看中晚秀吗？你最不想看中晚秀吗？啊，这还能够把大哥就放这张菜，老师东台明天龙马台路苗，并列张表。我最想，老师表路苗的，你发给我东路亚了。哎呀嘞，我不讲苗。我最想。我最想去欧洲，我最不想去欧洲。你最想去欧洲吗？你最不想去欧洲吗？啊？阿妹。啊，这张表嘛，来老师。你张表啊嘛，过来我这张。啊。我最想来东路亚来，还是来金融亚来嘞？我最想来公司，我最想来公司，我最不想来公司，你最想来公司吗？你最不想来公司吗？啊，Angela Lin。我最想喝奶铁咖啡。你最想喝奶铁咖啡吗？我不最想喝。不醉。不醉。眼皮钱啊。眼皮我啥呢？想喝。你最想、哦、我最想喝奶铁咖啡。你不最想喝奶铁咖啡。不醉了啥眼皮哪里？啥变表？
你那个研读我题。最想喝，我最想喝拿铁咖啡。他现在。我最不想喝拿铁咖啡。你最想喝拿铁咖啡吗？你，我不最，我最不想喝拿铁咖啡吗？念读拼写呀，拿铁呢？等会拿铁。好，下一位那个，那个没得努，没得努。我最想吃一碗牛肉面，我最不想吃一碗牛肉面。你最想吃一碗牛肉面吗？你不，你最不想吃一碗牛肉面吗？你给看。我最想，我最想去百货公司，我最不想去百货公司。你最不，你最想去百货公司吗？你最不想去百货公司吗？啊，超速喂！一遍吗？买漫画片。我最想看漫画片。我最不想看漫画片。你最想看漫画片吗？你不想，你最不想看漫画片吗？我最想去台湾。我最不想去台湾。你最不想去台湾吗？你最不想去台湾？台湾吗？你最想去台湾吗？你最不想去台湾吗？等不你来理解我。啊，那不追不追的拿不动了咯。哦，注意一下，你进不老家，你进不了嘛。不追不追，刚玩，看来票票没我这多嘛。好，一起说，啊嘟嘟啊嘟嘟挂。哦，老师哦，把老师，一起啊嘟嘟老的啊嘟嘟啥？老师那都无所谓，说明家都阿皮包喏。哦，时间那嘛差不了喏，我也是嘛差了不？我嘛说，啊嘟嘟几的，啊嘟嘟多的，啊嘟嘟拉的，啊嘟嘟啥的，啊嘟嘟 A 的，啊嘟嘟 G 的不？啊，都没有理由懂那不？哦，我也是嘛差了，时间那嘛差了。我嘛说，咱那里阿皮老师说，我也那么多差了。哦，我嘛说，俺说啊嘟嘟，你有兴趣的不？我们一起看电视，电影。俺说啊嘟嘟有兴趣多少集的？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啊。那就是说，俺如果就是 A 加一也不如标么咯，要不来压个？我们一起啊，一起 A 加一嘞？韭菜哎，A 加不如好嘞？啊，你看这条信息啊，走路嘞对啦，这条信息啊，这样嘞，来。我讲嘞，位置也许多嘞，喏。我们一起写作业，教育，两票。我们一起写教育。好，那早上这要写不？老师哈，一起问没？哎，就都问没？挂个 option 呢？啥张的张表啊？没？对面弄，这张我来弄。我们一起去踢足球吧。好，那个数字啥？我们一起玩迪士尼乐公园。啊，Q Q，我们一起去看漫画片吧。啊，没来你啊？啊，还没。我们一起学习中文。好，那介绍七爷姐四声介绍少四声少介绍没事的话，老师介绍一你啊没，老师张大爷龙岗摆你嘛，老师老板自我介绍不没事啊，让你老师摆介绍没事的，自己出来摆嘛噻，咪咪果果自己，嘛所以我个人录的，我个人写的不，嘛所以老师，比如说，那个。那木拿不，都没说他的哈利不？哎，这是谁做的？哎，我自己做的。
我自己做的。我把我绿茶了，我过来绿茶不？哎，你现在颜色刚那不出来了？我过来吃茶了，绿标了，没得呢，我过来吃茶。我自己煮。绿标，煮我吃的，我过来吃的，我过来吃的，不过绿标爸爸。对。嗯，怎么着？我过来吃的。我的自己煮。为啥表皮？我自己煮的。我自己煮的。你啥个？哎，椰茶不都椰茶咯？我过来椰茶茶，随便。我自己学的。啊，地方没学他，表来的不都学他，让我把俺学他了，看没说。我自己洗的。洗的。啊，今天刚忙哪不都忙哪了？我过来忙哒，我帮俺忙哒，接下来。我自己开的。自己开的，反正嘛得把闹表哦，叫他妹妹呢，跟那 which together 跟爸爸一起哦，爸爸跟一起嘛，我跟爸爸一起啊。那今天陪那嘟嘟 coffee time 多嘞。我今天我 subject time 今天 which together。跟爸爸一起把路打的时候 coffee sign 多的去咖啡店。我今天跟爸爸一起去咖啡店。我今天一陪你读读 coffee sign 多的语法呀 grammar 呀表演我说 subject time 会 trigger 到 verb object。那么咱们的 subject time 会 trigger 到 verb object。我今天跟爸爸一起去咖啡店。教我一下他太多呀的也能满心。黑咖啡，我今天跟爸爸一起去咖啡店喝咖啡。啊，这小米表没弄呢。Subject 就是我，并答应了阿爸没？今天会出给他跟爸爸一起，就是会出给他。But 去别国多少嘞 ？Object 你阿表不 place 咖啡店，满心撇出不喝咖啡。我今天跟爸爸一起去咖啡店喝咖啡。at 本身 diagram 啊，亚东啊嘛，比较那，这长不点理解啊嘛。个古地少啊嘛喏。那江那里的地产是江那东端的美女，那江那东归美西的路，老是东端的咖啡店咖啡喝咖啡边把不拉进呢。哦，这啥哈哩？爸爸东他的就爸爸没太好，爸爸你啊嘛，这啥边我没。那是江那东端，那江那东归美西的地产。我今天我你看老师东西呢 subject time 会 together verb or verb place machine placeable machine placeable 就是黑咖啡咖啡多倒的我找你啊要不然听完了没压力压嘛呗没压高撇的嘛 Angela Lee 我今天跟妈妈一起去市场买蔬菜，蔬菜好，安黑咩？啊，我今天跟好朋友一起去中国学习汉语。跟喏阿丹说，跟某跟恩跟一先跟阿丹说买喏，好。我不跟从会啊，你会着就是跟着出路跟从，我来在不是这个跟，哦跟啊、哦、好，然后这样不嘛，我今天跟妹妹一起去公园吧，这种那么蛮新鲜，怎么吹啊？反正打篮球啊。打篮球啊，打篮球好，去嘞。我今天跟朋友一起去。啊，朋友吧，我朋友来嘛。咖啡店。啊，我今天跟同事一起去大使馆。买新配色包车啊吗？你大使馆太比好着，那么买新配色，大使馆多比没把多弄着嘞，我你看。买新披萨包太贵，不然嘛放冻了。大使馆办护照，
办护大使馆，但有嘛 passport 录入呀录了，不会你这边比。你咋考录呀嘛？但有嘛比咋考的呢？哦，办签证哦，办签证，办签证。啊，那老师那都要哪里呢？那边先别挂了。Andrew， 我今天跟哥哥一起去公园拍照片。那都挂边了。啊。哪场拍戏？叫妈爸叫来，一起去的动物园啊、拍照片啊，是一般。我今天下午跟同学一起去歌厅唱歌。歌厅唱歌，好，接下来。我以前一个礼拜，跟我先生一起去，一起去大金田拜拜。大金塔。嗯，拜拜。嗯，那个 Kimi 说，我今天跟叔叔一起去餐厅吃水饺。啊，没在呢。我今天和奶奶一起去菜市场买炸鸡。嗯，炸鸡好。飘飘，我今天跟姐姐一起去植物园去看小树。啊，将来呢？那将来在飘飘的地产了，所以将来冬天明年龙马搬不来这呢？喏，瑞尼亚。我今天跟男朋友一起去意大利餐厅吃意大利面。啊，是这啥？我今天跟朋友一起去。朋友怎么样？华明，你好。啊，我今天跟阿姨一起去日本去玩。阿姨去去日本去玩，好，对面呢？我今天跟弟弟一起去百货公司买两双鞋子。我想公司对面怎么玩？是爸妈的超市。嗯，要不来一个？我今天跟弟弟一起。弟弟怎么样？我今天跟老叔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那那有钱多不用有钱去了。我到底也高难。你妈冲。我今天跟阿姨一起去。阿姨。姑姑好，姑姑，我今天跟姑姑一起去，一起去拜便利商店，买煎饼。你别要买，是不是要买了？你别买。我今天跟猪猪一起去游泳。哎。慢性皮色崩呢？哦，你也不要崩，别慢性皮色崩呢。放我进来，你也不要崩了，别慢性皮色崩。一起去哪里吧，老的。变不要。你不要嘛，一个人多比一个人不要嘛，看到你一个人没呢，还没地方咋的？游泳。游泳池。啥方便不？把游泳池去夜多。我今天跟豆豆一起去，游泳池。去游泳。
去游泳池。去游泳池。游泳。几个人都比几个人去游泳池游泳。好、啊、去游泳。你给看。我今天跟爷爷一起去诊所买普通药。好。不要买。不要买。我今天跟齐美一起去图书馆看书。好，那老师讲到地方，阿龙亚美路老师没有连麦嘞。那老师，我个房子户外叫，老师说懂了，叫做 subject time which get the word place machine piece of bubble。那我个老师一下啦，我喜欢跟爸爸一起去玩。那老师，我不阿啥讲出来嘞？啊、不我撒娇嘛不看的，所以说老师讲到一定要是配话的撒娇，不会写的看着我喏。啊，我哈累的 ，more of that 老师不顾写他了。我喜欢哦 ，more of that，be with together， 把路的 machine piece of， 我喜欢跟爸爸一起去玩。哦，我喜欢跟老师一起看书。哦，我喜欢爸爸，苗多平老师再一点不喏，那老师都苗多平老师把放 more of that 的语当中下来说，现在 more of that 想要。我想要跟爸爸一起去玩，登录没有了。爸爸呢，就多来亲的，亲的放登录亚了，挂这。那么呢，喜欢放登录亚的，没录放登录亚的，没录放。啊，我平日就多来没录登录亚了，亚了喏，看到吗？要放，喜欢放，想要放。好，那然后，可以放，可以放。那我平常住多来路，亚来路了，对面表妹妹，亚么拉属于东里西的，亚么拉不 ，request 路的房，所以老师明早批报呢，你房东的什么房里户，没得法房里户东路亚的，第一个喜欢房，第二个想要房，第三个要房，第四个可以房。那老师讲到第二个，老师啊，我家里家快开那卡嘛，讲到第房里面弄来懂啊吗？第一个喜欢，我表妹妹呢？我还来表，第一个喜欢，第二个想要，第三个要，第四个可以，莫得顾虑，莫得问礼物。比如说，我喜欢跟爸爸一起去玩，我想要跟爸爸一起去玩，我要跟爸爸一起去玩，我可以跟爸爸一起去玩。哪里那么的老师讲哪里？还有呢？比如说，那老师拿路的地他嘛，是不是啊？爸爸边把路边啊不，那个，就是说，我你看是不是那么多呢？不，一起去玩，玩东边玩，法国东路边哦。嘛，所以老师其他的游泳、野谷的野谷感哦，说实话讲的哦，野谷感游泳池，说实话野谷感讲的哦，游泳池，你妈边听他的那野谷感好呀。哦，游泳池还要我们叫他吧？啊，也不敢的。啊，老师，你妈说 place 嘛，把肉不？那么老师喜欢房，想要房，要房，就是可以房。这边东路庙呢？是不是这边东路庙呢？爸爸东路庙不？那个王东路庙不？你那户人么？谁讲到东段的明年呢？我说你谁讲到一股的东段？那讲到一股的边东会不行？这里差不？是讲到爸爸懂哪的，妈妈老师懂哪的，哎，发变动，是不是变动了没有？的地产吧。好，那老师开始 A 级。我喜欢干妹妹一起，我喜欢干妹妹一起吃牛肉面。我想要干妹妹一起吃牛肉面。我要干妹妹一起，我要干妹妹一起吃牛肉面。我可以干妹妹一起去牛，一起吃牛肉面。啊，对面的屋。啊，我喜欢跟柯秘书啊一起吃火锅。我想要跟 Kimi 说一起吃火锅，我要跟Kimi 说一起吃火锅，我可以跟 Kimi 说一起吃火锅。不对啥？我喜欢跟哥哥一起看电视。我想要跟哥
哥哥一起看电视。我要跟哥哥一起看电视。我可以跟哥哥一起看电视。啊，那个屁屁。我喜欢跟我的侄子出去玩。我想要跟我的孙子出去玩。还是要一起吧？我要跟出去的。我喜欢跟我的孙子一起出去玩。我想要跟我的孙子。老师，我玩东西了。老师玩别弄个咪行，老师嘛玩吧哎。我喜欢给我的侄子出去买娃娃。老师要一起来的，一起，这样退。我喜欢给我的侄子一起出去买娃娃。我想要给我的侄子一起出去娃娃。我要给我的侄子一起出去买娃娃，我可以跟我的孙子一起出去买娃娃。啊，那下一位那个哪里呢？那个瑞尼啊。哪里呀？哦，老子比较会没呀，路口那里。哦，我一起跟我一起跟朋友我喜欢跟朋友一起唱歌唱歌。我想要跟朋友一起唱歌。我要跟朋友一起唱歌。我可以跟朋友一起唱歌。好，下一位没在呢。没在呢。没在没有啊，那么的。听没说？我喜欢跟老板一起去打羽毛球。我要跟老板一起去打羽毛球。我想要跟老板一起去打羽毛球。我可以跟老板一起去打羽毛球吗？啊，是一般。我喜欢跟东明一起讲话。我想要跟东明一起讲话。我要跟东明一起讲话。我可以跟东明一起讲话。啊，那个 Angela 呢？我喜欢跟姐姐一起听音乐。我想要跟姐姐一起听音乐。我要跟姐姐一起听音乐。我可以跟姐姐一起听音乐吗？也好了。我喜欢跟 Lisa 一起去游泳。哦，不是，一起去运动。我想要跟 Lisa 一起去运动。我要跟 Lisa 一起去运动。我可以跟 Lisa 一起去运动。啊，下一位那个 Andrew 就。我喜欢跟家人一起去旅游。我想要跟家人一起去旅游。
我要跟家人一起去旅游，我可以跟家人一起去旅游吗？对。然后还有没？然后还有没？啊，我喜欢跟哥哥一起喝啤酒。啊，啤酒？啤酒啊！我想要跟哥哥喝啤酒。我要跟，我要跟哥哥喝啤酒，我可以跟哥哥喝啤酒，一起喝啤酒。Angela 跟苏经理。可是说不外语，啊，说不外语了，啊，那就叫没说了，录没几呀，不嘛，你喜欢我一起喝奶茶吗？你想要我一起喝奶茶吗？你要我一起喝奶茶吗？跟我一起，大便不？您喜欢跟我一起喝奶茶吗？你想要跟我一起喝奶茶吗？你要跟我一起喝奶茶吗？你可以跟我一起喝奶茶吗？好，那老师就是好在那里注意的哈。那老师，那个什么游泳一股的游泳池一股干。哦，我考不录第二卷的，比嘛考嘛，可能零个妹啊，冇哪里比较羡慕咯。哦，比较还得别个补一补比咯。哦，我比较，他比较会说中文，都丢啥补比标准的。啊，他比较漂亮，都补比辣的。他比较可爱，都补比出乎高呢，路没有嘛懂呢。高兴那边玩大多，认识了吗？拍不认识，比如说很高兴认识你吧，你那对面来玩打吧的，哎，路两名嘛，懂的。认识，那俺都认识你的吧？比如说明个老师我认识你的，我认识老师，我不认识老师，你认识老师吗？你不认识老师吗？有这我弟，你都弟啦不？你知道他吗？所以嘛，懂呢，认识呢，懂的。啊，你认识他吗？你认识我认识他，我不认识他，你认识他吗？你不认识他吗？欢迎坐坐的，欢迎光临，欢迎啊，坐坐的。说中文的吧，然后丢啥的有的。说说这样的那个什么一开面，你讲。没一开面，一给开 ，sorry。没得，都那么红着，没考没出，所以那边花麻烦了，一给开，没完了没？都一给开，别带米也完不得，这马冲，我喜欢跟外婆一起去大检查，我想要跟外婆去。外婆去大检查，我要去，我要跟外婆一起去大检查，我可以跟外婆一起去大检查。啊，那肯定不要买。我喜欢跟阿姨啊一起做蛋糕。我想要给阿姨做蛋糕，一起做蛋糕。我要跟阿姨一起做蛋糕。我可以跟阿姨
阿姨一起做蛋糕。好，啊，那老师第一课看一下哈，新同学张大姐，从老师说。今天我们有两个新同学，你们阿都马张大丁鸟是吧？对的。现在可请他们，请他们说的路可比如不介绍自己，哥哥哥没在开门的。现在请他们介绍自己，可都哥都没在开门。那有朋友没在的，大家好。我叫方有朋啊，方有朋的口吧嘞，今年八岁，今天新年皮吧嘞。我最喜欢跟爸爸一起游泳嘞，我跟阿皮呢嘟嘟一股阿拉在吧嘞嘞。那张丽啊没事的，张丽说：“大家好，我叫张丽，今年七岁，我比较喜欢看书，那个沙皮阿拉不比如在吧嘞嘞。”大文说：“你们好，你弄阿罗饼了吧？”我叫李大文，我叫李大文，你好吧嘞？很高兴认识你们，你们那一年来玩大吧嘞？老师说欢迎你们，你们就住吧嘞？来中文学校，只有教拉比罗学中文，丢啥的那个就住吧嘞嘞？好，那个奥黑明年第一课。啊，第一课新同学，老师说。今天我们有两个新同学，现在请他们上自己介绍自己，介绍自己。有朋友说，大家好，我叫朋友，今年八岁。我最喜欢跟爸爸一起游泳。今年八岁。八岁。我最喜欢跟爸爸一起游泳。游泳。游泳。江里说：“大家好，我叫江里，今年七岁。”七岁，我比较喜欢看书。大文说：“你们好，我叫李大文，很高兴认识你们。”老师说：“欢迎你们来中文学校学中文。”好，